牧师、传道师、主里的弟兄姐妹、主里的长辈，大家平安喜乐。好，现在是关键时刻哈，整个武汉肺炎好搞得大家都非常的惊慌。那其实也不用惊慌，我们看一下那个防疫措施。好，来下一页哈。他这边讲，圣经上说好，路加福音说什么？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情怎么样？不要惊慌，好，然后有很多的什么饥荒啊，那个什么饥荒、瘟疫，又有什么可怕的异象，大神迹会从天上显现。好，所以这些瘟疫哈都是可想而知的。好，下一页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2003年哈是发生了什么 SARS， 大家就非常可怕了。好 ，SARS 呢，它是整个变种的冠状病毒，然后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是新型的冠状病毒，这些都是 A 流感病毒的亲戚。好，只是都是同一家人了哈，只是不一样。我们身上没有这种病体的抗原，好，所以我就特别把 SARS 跟武汉肺炎做了一个比较，让大家更清楚哈。整个 SARS 呢，它的潜伏期是平均是4天，它主要的传染力是在发烧后2天，好，所以如果它有发烧，我们大家都可以防疫。但是呢，武汉肺炎呢，它的整个传染期在潜伏期，它就开始有传染能力。这个是不好预防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比较要做更多更加倍的预防。好，那我要讲重症的死亡率，好，不是指死亡率，是指说重症的死亡率。 SARS 是1成，可是呢武汉肺炎是3成。好，那过去有一些 SARS 的经验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次的防疫大家不要这么的担心，应该做的会比上次还要好。上一次是因为没有经验，好，那这一次呢会非常的好。那这一次呢不是非常的好，是说比较可以有效的控制。然后呢，这一个 SARS 和武汉肺炎全部都是呼吸系统的疾病，所以只要是呼吸系统的疾病，全部都是靠飞沫跟密切接触感染。好，所以整个预防措施就是勤洗手、戴口罩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怎么样勤洗手？像我们洗手好，一般我们就是冲水。好，就是我先讲5个时机。好，什么时候要洗手呢？不管你接触到小朋友好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要照顾小朋友，要吃东西以前，上完厕所，还有进出医院，好，你出来医院一定要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干嘛？洗手。好，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的。再来，如果我打喷嚏，虽然你有用手或者是用卫生纸遮掩了以后，还是要去干嘛？洗手。这个是洗手的5时机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除了这样洗手，我们要正确的洗手，不是水冲一冲摸两下就算了，好好的洗手。好，要怎么样好好的洗手呢？刚开始是要干嘛啊？要怎么样用水把它打湿，然后呢开始搓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洗，这样子手背手心这样子洗，然后洗好了以后这样搓揉大概多久？20秒的时间。好，你大概稍微心里算一下。好，然后意思是说我现在洗手的时间要比以前长一点，不要这样子随便洗一洗。好，要达到有效的洗手。然后呢用水龙头冲，把它冲干净以后，因为如果是用感应式的没问题，你就冲掉就好了。那如果不是感应式的，我要去关水龙头，你就捧，然后把那个冲掉，然后再干嘛？擦干，手擦干，不要再甩在地上了。好，请你用或者是用烘干机把它烘干，这个是正确的洗手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戴口罩，大家都有在戴口罩。好，戴口罩我大概示范一下，这个都很清楚了，我只是再复习一下。这个是正面，有颜色的都是在外面，然后没有颜色的，大概白色的都是在里面。然后呢，这个有铁条的是戴起来，我这样戴起来，对不对？铁条的朝外，然后我要先看，调整一下，把这一个铁条往下压，紧贴你的鼻子，然后要调整看，是不是口鼻都罩住了。然后为什么要把这个？如果你今天不下压，它没有罩住整个口鼻，你戴你还是会影响。然后戴外科口罩，这个叫外科口罩。为什么要戴外科口罩呢？意思是说，这个外科口罩是防水的，而且我也防别人，如果说打喷嚏喷到我，我在外面防水嘛，会预防。然后我里面的口水也不会透过这个口罩传给外人，这个叫外科口罩。好，所以一般如果没有这个，我们的卫福部都做得很好，他都每一个出产的这个口罩都有检查过的，所以请大家放心。我这样戴好了以后，好，
那我今天也压好了，我就戴好，我脱下口罩，不是这样子就丢掉了，要怎么丢？下一页，好，要这样子。我这个内部是干净还脏的？哎，我内部当然是干净的，我怎么会脏呢？我很干净啊。然后呢，外部是脏的嘛，所以我要丢弃的时候，要把这一个呢这样子折起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子，这样子折起来，然后把它弄起来，把这一个呢就这样把它绕起来。好，然后呢放在塑胶袋里面。可是我也很困难，我没有办法每天都带一个塑胶袋。如果啦，你有可能那最好装在塑胶袋里面丢弃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请你丢弃在有塑胶袋的垃圾桶，如果有盖垃圾桶是更好，就把它丢进去，要像这样子。因为我常常也看到人就是啊，脱下口罩就像我刚刚那样子，然后就丢掉了。其实要请大家要把它弄好，然后包好再丢弃，可以吗？好，丢弃了以后呢，你口罩丢弃了，你再好好的洗手，把手洗干净就结束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来下一页。好，自我保护，勤洗手，然后戴口罩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不食野味，你知道吗？圣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是谁呀？以撒，他好食野味，然后呢传到了东方人，东方呢，然后中国人特别喜欢吃野味。SARS 是从广州开始发生，然后蝙蝠传给动物，动物传给人，然后到了这个武汉肺炎，把这个广州的地点转移到哪里？武汉那个华南市场。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吃福寿汤，福寿头汤，知道那个就是蝙蝠。好，造成大感染。好，什么蛇肉啊这些，所以不要再吃野味了。好，也不要吃生冷的食物，最好是吃什么煮熟的食物。然后呢要提升我们的免疫力。好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，均衡饮食，规律生活，维生素 C。 那维生素 C 我的建议剂量是说2000毫克，一颗1000，两颗就是2000。如果您感冒的话，你就吃到8000。好，那这个是水溶性的维生素，所以不要怕它。如果多了，我们身体吸收不够，我们会一直吸收，如果吸收够了，它就用腹泻把它代谢出去，所以不要怕吃太多。好，这个是可以怎么样提升我们的抵抗力免疫力。然后你也还可以吃什么，吃一些水果。各位都有拿到这一张，好，这一张防疫措施我上面都会有写。好，然后请你们再看一下。然后第四呢，自国外返台者，好，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怎么说呢？你从国外回来，因为现在你搞不清楚你那个是不是疫区。好，然后呢如果是疫区，你知道的疫区，什么知道疫区？好，就是已经有感染的个案，那个报告的。好，然后那这个叫疫区。但是我们不要去分你是不是你是从疫区还是非疫区回来，反正你就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都是在主里爱里面，我们彼此互相关顾。好，那也不要，万一你是潜伏期，你的抵抗力好，你可能没有发病，可是会传染给那些抵抗力弱的人，好，也不好。所以我们是用高标来要求。好，只要从国外，有的人是出差居住，常居住在大陆，比如说，或者是配偶家人都在大陆，结果过年回来返台过年。好，像这些你只要从国外回来，请你自主在家里面健康管理14天，你再回来跟我们一起同心敬拜。然后第六点是野外踏青，不要去碰触野生。各位，我们有的时候上山不是会有很多猴子在我们旁边吗？啊，好可爱哦，去摸两下啊，那个什么东西哈，因为SARS 就是传给果子狸，大家 很喜欢那个果子狸，很可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它的毛还可以做毛皮，也很好用。所以呢不要去摸，好，不要去摸它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教会怎么防护呢？进入会场以前呢，我们就落实测量体温。如果体温好，不是38度才回去，如果你今天我们量到37.3度，我们大概就要请你回去了。好，我就说我全部都踩高标。好，我们不要在那个临界点。好，然后使用酒精或次氯酸消毒。次氯酸其实就是漂白水，比漂白水还好的东西。漂白水是次氯酸钠，那这个次氯酸呢，它那个比酒精好，是好什么呢？第一点，像肠病毒，像诺罗病毒，酒精大概杀不死，那我们都需要用到这个次氯酸，用漂白水。所以它给比好酒精的好处，酒精还伤皮肤，次氯酸是不伤皮肤的。然后呢次氯酸又比漂白水少了钠，
好，所以这个次氯酸消毒了3到5分钟，它就还原成水，你看多环保。它的价钱会比漂白水贵到好几倍，好，甚至10倍。所以教会是用高成本去买了次氯酸，然后给大家消毒。好，所以那我们就会，这个是我们教会会负责的。好，请每一个人进来接受手部的消毒。再来出入场所，好，我们都会贴明的告示，刚刚各位进来相信也都看到了。好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今天我自己感觉身体不太舒服，包括如果你心里觉得我不太舒服，那你也不要来，没关系。好，不会有人控告你的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你就在家同步敬拜，然后呢用网银来奉献。好，主我相信一定纪念我们的心。好，在关键时刻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关键时刻，耶稣全能复兴你我，起身宣教。好，下一页看一下我们这个，拿出各位这一张我们的防那个公约防疫公约。好，请看一下。好，教会是我们的家，然后呢请安全家人的健康，我们全家人一起要怎么样同心守护防疫，你我都有责任的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这些我通通都不讲了。这个看到第五点，自我隔离。好，特别是疫区，我刚刚再一次的强调，好，请在家自主管理。我非常对不起大家，因为这个防疫公约印的字太小了。好，那印小的目的是要干嘛？请各位回去要仔细看，详细看。好，所以请你们这个一定要带回去，好好的看。第六点，我们彼此问候呢，就用点头、微笑或招个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再近距离的握手，好，或者是拥抱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合一堂是非常非常亲切、友善、和睦的大家庭。每一个人看到我都好喜欢抱我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是超级不喜欢别人来抱我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真是好时候啊！好，不要再拥抱了，好，避免肢体接触，然后请也不要再跟牧者握手了，好。因为也是好喜欢握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在这段时间请用这个来彼此问候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增强比那个小提醒，在下一页，增强免疫力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多补充维他命 C， 我有特别整理了，好，把大家这个多很多含量高的维生素 C 的水果把它列在上面，请各位可以参看。好，自己可以看。那其中还有一个在凤梨之前还有一个草莓，是不是草莓啊？好，但是草莓因为我比较不建议吃，因为非常多的农药，所以我就没写在上面。这些都是非常安全的水果，好，请大家可以各自享用。好，来，再来。好，再下一页。好，严禁的行为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好，请记得一定要持选熟食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常常举起圣洁的手，双膝跪下为世代祷告，我相信父神一定会把无法夺去的平安赐给我们。谢谢大家。